只宾士的 GLB 250，吼，这只要升级的是这个索尔的超跑声浪模拟器。啊，咱即摆就是将这个模拟器的位置吼，就是伫左后方，然后伊个是隔这个尾翼造型的吼，内侧啊，咱将模拟器装伫这位。啊，恁若是双科选择，就是一边各一粒安尼。啊，这个系统哦，甲咱排气管是无关系，是独立的发声系统。啊，恁这就是这个控制器吼，咱这所有也主要控制盒。包括线组吼，啊，咱这只吼，咱接线的部分吼是采用这 OBD2 吼，这插线吼，这只啦，那是临时买用，甲抽掉就使啊。吼，啊，另外一个方式就是用乌龟夹吼，直接接线车顶的线，吼，这四组的方式拢会当做讨论。